我要讲得很耸动，我右脚断了。这是开完刀回家之后第一次换药、不知道现在伤口长怎样。第一次的换药药，哎呦，右脚先。超臭的味道吗？没有。来喽，哒哒！这边是肿的，这边是肿的，但是你看都可以动哦，然后还可以搬它。你是性屡试不爽哎！应该可以搬，可以搬到这边，可以搬到这里，都不会痛。啊，可以这样动，完全不会痛吗 ？Yes。重这个是伤口，对，可是这个已经算比较不肿的了。Okay. 这一条就是那个伤口，然后是不需要拆线。那之前那个凸出来的地方，对啊，目前骨头是肿的，只是就是要等它这个区块消肿，是不是很酷了？很酷。现在只是不能玩大拇指握大力而已。可以很明显吗？这会怎么样？方向往前，然后撸过就不能再用，因为会有细菌。这样，哇，就撸过去就不能再用，就这样，这样就好，不能来，不能来。然后纱布，都要这样子戳进去。是在那边帮忙吗？这边粘字这样子，接下来要绕绷带了。第一次换药，好瘋癲的，应该是这样吧？耶，换好了，三级啊！原本的要比对啊，另外一只脚。还不错哎、欸，这个左脚是昨天那个护理师帮我换的。哎、OK 好不好？这个是后来走路跑出来的，相当可以。欸、你可以去念护专了。哎、欸，有消肿的啦，有对不对？有，就像这点点而已、啊，很小。现在脚背还是肿的，然后伤口就在这里。要动它，上下动动，就是要拆线吗？右边不用拆、要负责要拆吧，不用拆线。过去、这个就没了啊，这样就不能用了。对，因为它碰到伤口会有细菌，所以我才买100根呢、啊。那这个只能用一次，晒干了不行。不行，可以洗。对，不用拆线，不用拆钢钉，然后过海关。过那个心理检查不会逼，然后冰敷是为了止痛，华丽完成，第一次换药，硬塞过去之后，刚刚忘了拍一下今天的脚的样子了啦，所以以后还是会拍照吗？对啊，就是素脚的样子，素脚的样子，素脚啊，就是拆掉的脚，忘了拍了，明天再拍给你们。术后第三天的样子是长这样 ，OK。哎，轻一点。噔，今天是手术后第一次的回诊。啊，走地心线，不要攻击乌娜啊！他剪到他的毛了，老公！怎么办？救他！他的毛被剪进去了，救出来了吗？乌娜来，我妈妈又没事啊、哦，没有，你的毛票票啊被卷进去了，哦哟，秀秀，我们刚才干嘛？要换药是？要换药。
重新整理心情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从手术到现在，多久？两个礼拜了。嗯。半个月，然后刚开始都肿的跟米菇一样，一直到这一周才开始慢慢的消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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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冰敷的，它里面有一个马达，然后再把这个套在脚上之后，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冰敷，很扯，但真的有差哦。开始冰敷之后，它就开始消了，所以还是要冰敷。啾，噔噔，这边还有一点点肿，这里，哎，指甲要剪了啦。哎，怎么好像有一点味道？有味道啊，臭臭。你们看伤口。好像有长好了，有粘到一些纱布的毛，这样子，这是我的伤口。跟你的衣服颜色好搭、哦，有配色，大概4公分。网友都说今天去回诊，陈医师应该会骂人，说什么不乖啊，到处乱跑啊什么。我去了 Costco， 去了附近的宠物店买东西，去买阿姨炸鸡，然后。还去万方医院看我奶奶，而且这是我人生脚皮最厚的时候哎，你们看这个脚跟多可怕啊！哇，这个脚皮真的很恐怖哎，感觉我在务农，务农款的脚皮。我希望全台首播接下来第一个接到业配就是去死皮的祖母，请大家告诉大家，厂商们进来哦，这边我养了3个月的脚皮哦。现在是在一个洗脚的过程。然后都说，少廷，你这样子开拇指外翻有没有什么不方便？那我想想看，就是不能开车，然后要一直穿着石膏鞋，走路都要小心。我今天才跟老公说，我觉得最不方便的事情就是伸懒腰的时候脚不能用力，很难想象，对不对？你们躺在床上，早上刚睡起来的时候，你伸懒腰的时候，你是全身都会这样，然后你连指尖都会压它。刚开完刀那一个礼拜，只要一压，它就会非常的麻，然后带一点点的痛，是真的。我现在已经练就到伸懒腰，我的脚踝以下是跟我的身体分开的，是不是很厉害？这个感觉就很像，觉得伸展不够，觉得伸展不够吗？生小孩的时候要忍住不能岔塞。打哈欠不能开嘴巴，你懂了吗？我懂，打哈欠不能开嘴巴也懂，差不多是这个概念。因为它就是一个生理机制，它是联动的。你伸懒腰就，指尖是联动的，它怎么可以不动？你们现在看到，如果觉得我的足部肥大啊，或者是腿部肿胀，都是阿Sir的问题。可以。哈哈哈！会不会拍啊？对呀，会不会拍啊？那比例那么好，拍老，拜托。我九头大拇指，九头大拇指。好了，现在刚刚只是在把它稍微擦干净一点，就不会有那个臭臭的味道，因为不能洗。阿Sir，全台首播到现在，我们也没有付你什么工钱。带回去吧，可以的。你为什么退后？因为我对那个纱布有一点过敏，所以我有擦药膏。陈医师说要擦的。乖，陈医师都会监控。他说这几天都没有传照片来，传一张看看伤口的状况吧。这样，去哪里找这种医生？他应该很害怕那个我的恢复有什么状况。他很细心啦，而且还有告诉我的纱布要买哪一种。我才知道纱布有分不织布跟纯棉的。可是因为我纱布用完了。我们在附近药局都只买到不织布的材质，有点讨厌。现在是6支棉花棒，就是像这样滚过去，单程车票，啾，到这里就走喽，就结束喽。它的路径就是这样，这样滚过这边开始，不可往返，就没了。
就一圈哈。我粘东西起来。哪里有粘东西起来？刚刚那只。有吗？有。应该是脚皮吧。有、哦啊、这个、啊、这个、啊、这个、啊。那个啦，棉花棒上面有血血。孩子，你看那个脚底，好恐怖哦！而且因为一直用脚跟跟侧面走路，然后这边的脚那边的皮还被叠过来，然后累积了一层死皮。很酷欸，我们之后来有没有足膜想要让我来试用的？关于死皮的足膜跟香港脚药的厂商，全台首播在等你哦。I love you。业配请假，桑雅。你安那白照？干嘛洗别人弄照？有人偷袭我老公，他摸我的脚。没有，你那个一条职场性骚扰，这个啊，掏进去。这个一条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只能用脚跟跟侧面走，所以你用侧面走的时候，你的肉会被挤过来，然后这边就一直压一直压，就压出一条线呢，是不是很扯？徐若瑄那个时候开刀有讲吗？没有。你怎么知道？他有，但是他不会拍给大家看。剪掉，全部剪掉，重来。我在那边包的那么辛苦，等下去看医生的时候，会不会还是要死掉？会啊。会啊。嗯又是一个为什么都不跟我讲？那我们今天干嘛换药？因为每天该做的事每天还是要做啊。是这样吗？嗯。啊，这个是每天都换新的还是没有？没有，这个就是旧的、欸。对，这是旧的，这个就是真的有脏了或者怎么样再换就好。所以这是少廷的裹脚布。对啊。哇，我们今天好多东西可以送哦。少廷的裹脚布。我觉得我们还没送出去就被摄影师偷走了。真的很有可能。以前会啊，现在。怎样？脚皮看了脚皮之后，看了脚皮之后龙心大悦，龙心大悦，龙心大悦，小鹿乱撞，心儿扑通扑通跳。我原本明天要去清迈的，这样去，但因为考量到那边太潮湿了，脚可能会流出一些汤，所以就算了。你这样去泰国啊？嗯，他们看到你会不会你是打泰拳的？屁啦，太瘦。今日换药完成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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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活泼的脚胶，要去看医生喽。牛舌饼，我要牛舌饼。谢谢，拜拜。哎、欸，是来看医生还是来买牛舌饼？厚的那一种哎，很难买哎，要彰化才有。彰化才有。对。自己来耶齁，好像有一样，我们超没良心的，竟然自己找到人家，自己入座的病人，明明就很好，还自行请了看护。你占地太广。谢谢。太客满了。对啊，太多人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有位置哦。对，自己自备位置。阿哲来。他打我，他打病人，警察先生打人。我现在的脚，如果抬起来是可以刚好踹到迷你蛇的。迷你蛇 ，tiny 蛇。谁？很高的甜美呢。谁是直播网友跟你 say hi？ 嗨，大家好。刚刚把旁边的胶带撕掉了。那你回家是真的不会痛吗？还是真的啊？真的啊。你是不是偷偷把我的神经收掉？消断。还好你不痛，不然你在直播上一直给我讲痛，我就。这张是开刀前的左脚。这张是开完刀隔天拍的片子，这是他原来骨头的方向，那这个是他现在的方向，所以整个上面的骨头就被我们这样转了一个方向进来。那怎么证明说这骨头不是削掉是移进来呢？各位看一个距离，看这个的距离，这里到这里的距离这么宽，好，各位看到隔壁这一张就变窄了，所以代表什么？是骨头被移进来了，一移进来了，吐了这一颗，自然就不见了。当然，这个并不单纯移进去就可以的，这必须还必须把韧带要松解，松了韧带它才会变直的嘛。然后再把它缝起来，
那这么多的手术，我们只用一个小小的伤口就把它全部都做完了。嗯，所以因为伤口很小啊，哎，做微创的这样子的治疗，所以它术后它就不太疼，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这样子的伤口也不必拆线。嗯，然后我们的钢钉哦，是各位看到这两只小小的，就是它的钢钉。这钢钉钉在这儿之后呢，就不必拆了，它一辈子这里面，那骨头长好，那就包在骨头里面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能够开完刀两个礼拜能够动到这么灵活，这个就是功能。我们要的就是功能，我们并不是说啊，除了追求那个美观漂亮以外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让伤口最小，破坏最少，恢复最快，然后功能影响最少。如果不这样子做的话，那个关节会僵掉。可是陈医生知道他跑去买炸鸡吃吗？对，因为越是年轻的越会跑出门去逛街。可是我们被告状，年轻人或许因为骨质密度比较好，还可以这样。可是上年纪的，或是我们就不鼓励，因为这骨头其实危险动作是切开的移动，这个骨头愈合要三个月才愈合。有人问说十二岁可以开吗？我那个十二岁的小孩子不要开，因为第一他还在发育，他骨头变怎么样，所以这个我们通常十八岁小孩子成长定型之前，我们都不认为需要去开这个刀。青春期还在发育，他角度还会变，这个时候你开也不好，对骨头影响也比较大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年轻的我们就希望他多拉一拉，哦，减少他的继续变形，鞋子穿宽一点，这样就好。要不要开刀是一个很好的问题，第一是角度，第二是角度的是不是进行性，第三个就是你他的疼痛有没有让他真的影响到生活，影响到生活的品质，还有他穿鞋子的时候疼痛，疼痛就是我们开刀的比较严谨的一个指标。那我们不希望你是因为爱漂亮来开了，虽然我们认为也是可以把你弄得漂亮了，手术还是有风险的，能够不必开刀，我们当然是认为应该保守治疗。我可以在这边再讲一遍，这个东西只有术后的病人做完韧带松解以后，撑着它的保护它是有用。如果你是拇指外翻，那也比较僵硬型的拇指外翻，你买这个垫片，治疗上真的没效。我知道在网络上很多人在卖这个，说号称它可以治疗拇指外翻。那你问一下少廷，他是不是以前就用了？对呀、啊。少廷用这个有效吗？痛死了，而且没有用哦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东西真的吗？你要买，就是只是用来舒缓他这边的疼痛，他没有办法矫正拇指外翻。没有办法扳回来。这文献上告诉你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保守治疗上是可以缓解他的症状，没有办法解决他的这个角度上的矫正。我们曾经把这个东西拿来拍，就是你有这一个跟没有这个在 X 光片的差别是什么，他只是把第二指第三指挤过来而已，他并不会去矫正大拇指。我们术后有做很好的止痛的步骤，我们要给一些药物，我们所有自费的止痛针全部自费。对，我们有一些这个疼痛的出现，我们的疼痛还是很重要啦。所以在接下来呢，你现在两个礼拜了，两个礼拜之后呢，你还是要靠脚后跟走路。有啊，全部不要踩，你看我脚跟的脚皮有多厚。对对，那鞋子还是不够漂亮，这可以贴一点亮片，做点水晶，贴个豹纹造型。对对，做个造型。然后肌肉的训练，这些肌肉的训练要持续做，不要让它萎缩。那旁边的皮肤可以擦一点婴儿油、绵羊油。对、所以已经可以去做光疗指甲了。哦，不影响。光疗指甲跟这个伤口不影响。那大家最常问的说什么时候可以开车了？其实像他这样偷偷开车，我大概也不会知道。我没有，我发他不让我开。对，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车的最重要原因？怕紧急刹车啊，万一你不敢刹车，容易会有危险。可是脚尖都不能踩，要怎么开车？这边也不能踩。对，你可以用后侧面吗？用后面开车。对，后面是对，但是还是不要前面一个月还是尽量安全。就乖乖的。好，照一张相吧，来，谢谢，好，送你一卷啊。OK， 好。Okay, 好Okay. 拍零拍吗？好，让我们拍3、2、1。好好的，好。陈医生帮我约哦。OK， 两个月后见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
再次。真的GG哦，我要讲得很耸动，我右脚断了。你真的跛豪了，你真的贵妇了，哈哈。他要上来了，那激动掉哦！我真的想让他去急诊，我上来急诊应该能照个片比较好。他就要认定你，对啊，不准别碰我的腿。你聪明啊，搞不好急诊也没看出来，想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一次瞪我，这一次你终于被瞪了。你知道多少网友一直念他那种不乖，然后都说要来跟你告状，然后他嘴。我曾经是少女主帅，他一直站着，然后他跳妞妞舞，他走来走去，他去 Costco。人家是爱猫心切，真的、啊。你猫喷出去就没了耶，这个皮还可以长回来。猫喷出去会没，它会回来吧？不会，它是先出去玩，然后我们找两个多小时，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找两个多小时，终于抓到了，然后要走回那个我在社区要走回去，结果它看到管理员就崩溃，然后我就死抓，结果就脚就歪了。啪啪哦，你看医生觉得你爱猫还不要命，谁是觉得有事吗？我帮你弄那么漂亮，医生没遇过这么调皮的病人。复诊完的当天，我们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见面了。昨天晚上我记得他看到你了，是吧？吓人啊！哎，我立刻查好了，陈医师明天在哪里啊？啊，在林口。我原本想去台北长庚挂急诊，后来想说算了，我先洗个澡，因为我想说万一要住院，至少是要香的。然后今天洗完澡之后睡了一下，来林口。他一定要来找朝伟，网友现在都叫你朝伟。我不准急诊室的医师碰他。这是有点正常的，这样。对。哦，断在那。他还是没有移位哦，他没有移位，但是他断了。所以你现在重要就是把你抛出。在国外来讲的话，很多的艺人跟运动员，对都有。今天 Kobe 他的后脚跟断掉，他也穿阿基里斯腱断掉，就是穿这个。对，就是 Kobe 阿基里斯腱断掉，就是穿这个。我跟 Kobe 同等级，怎么会讲？有哎、欸，你看，怎么觉得有点拉风啊？今天是 Kobe 呢？对呀、啊，他看起来很拉风哎、欸，怎么？对，他是对啊，这是手 Q， 他就是有两种的方式，除了背架的固定以外，在里面它会有一个真空的部分，帮助你脚去做一个完整的服帖跟固定。OK。哦，好，看过去，谢谢啊，拜拜。你就这样子，不要往前，就把它提起来了。对啊。所以这样子可以走，可是就是要很慢。OK， 好。陈医生有什么要叮咛他的吗？乖一点，乖一点吧。陈医生很扯哎，为什么会拿出这种东西？就是你说你可以回家把它弄得漂漂亮亮的。好可爱哦！原来可以 settle 这种鞋子。对啊，好，你回去把你有点创意吧。喂，被讲没创意。我换了一双很酷的鞋子，那个，它是这样，这个是真空什么蛙柜鞋的，对，它就是它有一层包起来，然后外面再一个固定，然后有一个啾啾啾啾啾可以把它吸真空，就是它会把它，因为一般的石膏打石膏固定会很不方便嘛。然后它像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拆卸式的，然后你把它吸真空之后，它会完全密合你的脚，完全密合你的患部、哦、所以它是整个压很紧很紧非常紧的，它就是固定我的骨头这样子，所以我现在右脚都要穿这个，左脚还是石膏鞋、鞋子升级了、心情降落了。我平常真的很小心，我去好处都拍拍照，我也很小心。
我把面包烤焦，螃蟹逃走我也很小心，可是我的猫不可以不见啊，我不可能再让它从我身上跑掉，不可能，我不可能。命还没事最重要，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。我知道陈医师一定会翻白眼，或是有一些可能对于宠物的定义不太一样的人，可能也会觉得神经病。但是至少对我来说，就是发生。发生任何事情，只要他们都在就好。是妈妈不好，嗯，处罚你给我咬一口。